早一起身呢，我哋就出发去机场，因为怕多人 check in 啦，同埋有好多手续要交。但发觉呢，其实都唔系好多人 check in 啦，都系可接受嘅范围内。咁等飞机嘅期间呢，太肚饿，所以就去咗间面包铺买个饼啦，发觉呢个饼都几好食。咁今次我哋系坐大韩啦，咁我之前系冇坐过。去程咧，我哋系坐细机啦，翻嚟嘅时候坐大机。大韓咧係會喺仁川機場嘅 Terminal 2落機啦，所以落機之後咧，我哋就搭地鐵喺宏大轉車去東大門站。咁因為太肚餓啦，喺宏大站我哋就買咗紫菜包飯同埋魚糕填一填肚先，再去酒店。我哋會喺東大門先住兩晚，然後再轉酒店嘅，因為落機都晏啦，方便就喺東大門度行下街。放低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去咗食陳玉華一隻雞。咁我哋就覺得普通啦，冇話有啲咩特別。個雞冇話好嫩啦，個湯比較鹹。第一個紅雞髀，灰色。唔知明唔明？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呢間好出名嘅食物店行下。咁佢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食物嘅。之後就約咗朋友去食橋村炸雞，因為我未食過。咁我就覺得呢間分店好似還好，但佢嘅 cheese ball 係好食嘅。之後我哋就喺東大門行咗一陣，就準備翻酒店。咁喺酒店樓下嘅便利店，我哋就發現咗呢個我有興趣咗好耐嘅胡椒味雪糕，我就覺得幾好食。咁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飾物鋪買到嘅戰利品。飾物鋪咧係有三層嘅，咁耳針嘅選擇都有好多啦。我有好幾款咧都係買咗醫用嘅材質，同埋佢啲價錢都好抵，所以好推薦大家去睇下。另外咧，佢系开凌晨嘅，所以大家冇嘢做嘅时候咧，就可以去望下。第二日都比較遲起身，所以咧，我哋一起身就諗住去食一間韓牛卷，但發覺佢夜晚先開。之後咧就諗住去附近嘅一間食蒸海鮮鍋嘅連鎖店食飯，但就發覺質素麻麻。阿姨幫你處理嘅時候咧，就直接將個伴侶點咗落個芝士度，咁啊就覺得蒸海鮮配芝士有啲奇怪，所以就唔係咁中意。然後佢個海鮮都唔係特別新鮮，個蝦咧係雪藏，而且肉質係麻麻地嘅。咁下面啊，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去咗益善洞。行咗一陣，我哋就喺入邊揾咗間咖啡投客。咁呢間咖啡咧就好出名啲蛋糕，咁我哋就嗌咗個 carrot cake 試下，咁我就覺得味道幾好食嘅。然後都第一次試飲 Americano， 咁就覺得都可以接受。發覺韓國最近開咗好多啲射擊嘅鋪頭，咁我見呢間幾平咧，所以就入咗去玩。我記得係7000won兩個人，每人35发。食完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拎去隔離自己裝飾一下，咁你就可以選擇留喺嗰度或者拎翻屋企作紀念。
然后就去了位于鱼耳岛的现代百货。我主要就是行 B2 的潮牌和 B1 的美食区。去到法国12月，那些圣诞树还没撤走，所以都打了几张卡。回到酒店附近就想再去多次昨日间饰物铺，所以就搭了穿梭巴士过去。又在东大门行了一阵之后，就去了附近的一间24小时营业的汤饭店吃晚饭。那我家姐就嗌了个猪肉汤饭，我就嗌了个拌面，两个都挺好吃。吃完饭之后经过一个紫菜包饭店，觉得好像挺好吃，所以就买了一个回酒店吃。第三日我们就去了广藏市场，在酒店走过去几分钟就会到达。首先买了一个麻油紫菜包饭，它会给一个类似豉油白沙比的酱汁来点，我觉得挺惊喜。然后就叫了一个绿豆煎饼吃，我是未吃过，觉得很惊喜，觉得没想象中油腻，而且都很够脆，是份量比较大一点，不适合一个人去吃。之后我就陪我家姐去吃生牛肉。原本我们是排本店，但是职员说前面的第二间分店是有位，所以我们就去了前面，就觉得那边是开扬一点，我们就没有叫生牛肉，而是叫了生牛肉拌饭和三白爪鱼。我见很多隔离台的韩国人都是叫生牛肉拌饭，但我们就觉得个酱是有点抢生牛肉的味，所以就觉得不是很推荐。之后就去附近的东大门综合市场看串珠，串珠就是集中在 A 座的5楼，那里有很多不同的串珠、吊饰、水晶原石和鱼丝卖。准备回酒店的时候，发觉酒店附近的 GS 是有卖这支烧酒，这支烧酒就是 Pub Jebom 出的一个烧酒 brand。之后我们就搬了去新村这间的 hostel 住多5晚。check in 了之后就搭巴士去延南洞的一间 cafe 吃 tea。 在韩国我是比较喜欢搭巴士，因为不用走那么多楼梯和比较便宜。在韩国建议单翻个 Naver Map， 因为会准过 Google。这一间延南洞的 cafe 是很出名，环境很适合打卡，蛋糕好吃，还有咖啡都很多选择。由于我们去的时间已经比较晚，剩下的蛋糕款式不是很多，所以就选了这款 brownie 批，我就觉得都挺好吃，但是它的樽子就没有打碎到每一粒都是一整粒，就吃起来有点麻烦。在 cafe 消磨了一阵时间之后，就去了丰川鳗鱼吃鳗鱼。这餐是我觉得韩国这么多餐以来最好吃的一餐。店员会帮我们烧，然后剪成一小块给我们吃，它有很多不同的蔬菜给我们配搭来吃的。我觉得鳗鱼烧到很脆，很有鱼味。它有两款酱给你点，一个是烧汁，另一个是鳗鱼酱，我就觉得红色的鳗鱼酱是好吃的。吃完饭之后就去了宏大周围行下街。第四日是一个非常赶的一日，一起身我们就冲了去恩平韩屋村这间咖啡吃早餐，因为它的打卡位不多，大家都会争住来影相，所以就建议大家早点去，那就不用跟其他人争位。夜饮正常，然后叫了一个粟米批挺好吃。
我哋影完相之後咧，都食咗一陣，然後就讓俾下一個人可以俾佢哋喺個打卡位影下相。喺韓屋村停留咗一個鐘咧，就搭巴士去食醬油蟹。呢間醬油蟹就係好出名嘅珍味食堂，我哋係拜託韓國嘅朋友幫我哋訂位。咁我哋係前三日訂嘅，然後有嘅時間咧就係得兩點呢個時段啦，所以可以前面留喺 cafe 嘅時間就唔係好長。首先佢會拎啲拌菜出嚟，咁佢嘅拌菜選擇咧都係好多嘅，搭配醬油蟹嘅紫菜都有兩款，一款比較甘，另外一個就比較燒烤味。但我就覺得個醬油蟹咧唔係特別新鮮，見隔離台嘅香港人咧食落去都冇覺得有好驚豔嘅感覺，我就覺得普通。食完之後咧就去咗雲大道行一陣街。咁由於前面咖啡嘅經驗啦，令我覺得有張信用卡係好重要嘅，所以咧就喺雲大地鐵站咧就買咗呢個好出名嘅 Wild Pass， 我就覺得大家係好需要購買嘅。第二個令到嗰日咁忙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夜晚諗住去 Just Jerk 上堂。咁我去嘅呢間分店咧就係喺梨大嘅，咁佢就係喺高踭鞋嗰個大廈嗰座嘅七樓，非常之方便。跳完一堂咧，我就行翻去新村，就準備同家姐食晚餐。咁呢間晚餐咧就係常客。咁呢間咧係一個連鎖酒館啦，有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分店。嗰度有好多年輕人咧就喺嗰度飲酒聚會。咁我就喺嗰度嗌咗一個泥冚同埋生牛肉拌飯，覺得幾好食。因為很多人都說 BBQ 炸雞的 cheese ball 好吃，所以就不是炸雞的情況下都買一個 cheese ball 來試試，但是我都覺得是喬村的 cheese ball 比較好吃。第五日的朝早咧就好想食熱嘢，所以就去了附近的新村麵片湯食早餐。成間鋪頭得兩樣嘢賣，一個是紫菜包飯，另外一個是麵片湯，咁我覺得兩樣都幾好食。然後咧就去了聖水那邊行下街啦，但發覺其實都唔係好啱我行，所以咧最尾就去了食薯仔排骨湯。我哋由聖水行到去建大，跟住咧就好想食馬卡龍，就揾附近有冇馬卡龍。然後咧發覺呢間嘅馬卡龍係好出名，所以就入咗去買咗兩個馬卡龍試。我哋嗌咗一個開心果味同埋 cream cheese 味，兩個都好好食，芝士味好濃郁。然後去咗三年前買過覺得幾好食嘅馬卡龍鋪頭，但係咧就覺得啱啱食嗰間係比較好食。之後咧我哋就去咗明洞唱錢。然後發覺嗰日匯率最低嘅唔係大使館，而係附近嘅樂天。然後想聞一下 Tamarind 香水啦，所以就去咗明洞嘅樂天百貨。經過咗個超市咧，有好多唔同嘅甜品鋪、麵包鋪，咁就入咗去行。咁我就發現呢間咧好多人排隊，所以就買咗少少蛋糕嚟試。其實嗰日都係比較趕，因為咧我諗住夜晚去 YGX 上堂。第六日一起身咧，就去咗食第二日好想食嘅韓牛卷。聽聞呢間係好出名，好多人排隊，然後每一日咧就開三個鐘，平日只係開夜晚，然後星期六咧係開朝早，星期日係唔開嘅。佢啲牛肉咧係會包住葱啦、韭菜，葱嘅味幾甜，但係咧牛肉味冇話好出。然後我覺得是沒辦法煎到很脆的，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有一點失望。同樣它都是有很多蔬菜可以給你做配搭，那我就覺得包住紫蘇葉食是很好吃的。
好多人食完咧都會再嗌個大醬湯同埋加碗飯，但我就覺得個大醬湯偏鹹，唔推薦。然後就嚟到旅程好期待嘅一 part 就係去 Costco， 因為朋友有 Costco 嘅卡啦，所以就決定帶我哋去買嘢同見識一下。作為一個超市愛好者，去到呢度真係好興奮。我哋去嘅分店係位於永登浦嘅 Costco， 咁呢間 Costco 咧可能係比較細，但係對於我哋遊客嚟講係非常之足夠。知道 Costco 的熱食都很出名，所以就留低吃了個披薩和熱狗。然後我朋友說其實那裡的 pork bake 都挺好吃，但是我們太飽就吃不下，所以只是叫了這兩樣。個披薩是烤牛肉味，我覺得都挺有肉味，很驚喜。我就發現了這個麵的零食覺得很適合做手信，所以就抬了回香港。買的東西都比較多，所以朋友就幫我們叫了 call call taxi 回 hostel。放低咗啲嘢就諗住去延南洞食飯，食飯之前咧就去咗呢間香水店買香水。呢度啲香水價錢唔貴，而且服務員嘅態度都好好。買完香水之後咧，就諗住去捧朋友場。呢一間香港大排檔嘅小炒都好出色。第七日就諗住去一個位於市區嘅加山歐力，但其實我覺得呢個歐力冇咩好行，可以唔使去。大家可以去金浦機場附近嘅金浦現代歐力。由於嗰日有落雪啦，天氣都比較凍，所以就好想食糖餅。然後就發覺 hostel 附近係一間專賣糖餅嘅店，去到發覺都幾多人買，所以都等咗一段時間。但發覺都真係幾好食，個皮好薄，然後係即刻整嘅關係，所以都好熱，食完之後好暖。晏晝都好想食少年食堂，但係唔夠時間，所以就留咗去夜晚食。呢個 set 真係好抵，只係10,000 won。然後質素又好高，啲蝦殼已經幫你處理咗。食完飯之後就好想食馬卡龍，所以就喺宏大道周圍揾馬卡龍食。我也想，我知唔緊要。之後又行咗一陣，然後等朋友，同朋友會合咗之後咧，佢就帶我哋食一間燒肉。我哋嗌咗一個烤肉拼盤，有豬有牛，然後佢有好多配菜都係任夾嘅。最後一日嘅朝早，我哋就去咗望遠市場。因為很凍的關係，又選擇了吃麵片湯。我們就刀削麵和麵片湯各嗌了一樣，但是我們就覺得新村那間是好吃一點。要那個咯。望遠市場不是很大，一條直路就走完，所以就繼續走了出去買一下水果，打算拎回香港。
喺門口嘅呢一間都係好出名，專係賣可樂餅同埋炸麻花。咁我就覺得個炸麻花就係香港牛脷酥嘅味喎。拎翻行李之後就去機場準備翻香港。好耐冇出走，所以真係幾開心。雖然唔係特別多嘢買，但係食咗好多嘢食。